地面就很难实现了。表面张力使水球不容易破裂之外啊，我们的毛巾的表面呀还布满了疏水的微绒毛，这些微绒毛啊和它们形成的微纳结构具有很好的疏水性能。同学们，这种疏水结构的处理工艺在我们纺织工业里面是很常见的，大家穿的冲锋衣、速干衣啊都用了这种处理工艺。